了，你要开心点，待两天。今天我把家里那种，俺娘在那，我都提他了。嗯。俺是这个，俺娘，俺娘，你说是吧？都是忙活的。爷。啊。爷。俺俺娘是约好说叫去那啥。你去吧。去，那叫俺娘先去那待两天的。那待了。俺娘去，应该不来了。嗯，待两天叫。我把家里事弄上。啊，你收拾收拾。收拾我。人家事情多。嗯，家里都安排安排了。待了。嗯嗯。俺老了，天天那待一天两天了，我可去。待。嗯。我一天要是来，都得再给你得帮忙的。哈哈哈。那帮忙是俺别的，也是别的，就是伢邻居伢那个这咱的帮忙。都光这是个娘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你们家。俺叔叔说这卖点猪，几个都去俺卖点猪。嗯，一点事儿，俺给他别喊了，我让你喊了，反正我给咱到这一天。当然别害怕，那是下手，不害怕，我把你吓懵了。我是说这掉了，你害怕，我不然我都不让你去吧。你说你去了也不这样，还都饿死呀，俺不要陪房，你可不是，去了家的俩人都得都饿死。娘，老娘，这两天去城里待两天两天，嘚儿的，嗯。你这待两天了，看见红亲了，你待两天了，我把家里俺娘子呢，我可去替你。我那还得，不替我也摘了。可不嘞，你那大年纪了，叫你那婆在那儿。我。叫在那儿是吧？对，就他们和那个俺的弟弟他们送的。哦。弟弟送那个我去，我那啥，我把家里。俺们都到地嘛。我去替你。你要去赶紧去。家里忙，你家里有地，你有地洼地，我说那有地有牛有猪是。孩子们儿，咱孩子们儿要紧，也是你身体嘞，你身体也得，身体也要紧。要不然我说我跟着他去吧。爹，我说跟俺去吧，你还别再去那些人。不行，他不想去那么多人。我问他一个去，我是叫我不管。就一个陪唱。人家就一个陪唱的都。嗯。你收拾吧，娘，收拾了我到城里也得收拾收拾。嗯，咱到时候走。我明个天气八点一天干的。嗯。八一天一天的那。你知道到时候到报价到这上到紧。哦，知道。嗯。嗯。你再去给我帮两天忙。哦，这。我可去替你。行了。啊。看这啥的，这老家你这大年纪，老家你。我装一点，我一会再我留了。我不在那家没熬菜，我在那儿放熬，你光愿意熬菜，我这也退了。就是咱心里不吃，别的都吃。起来呗。走。先吊个晾晾脚，好是吧？对。磨了是磨，油了也吃不了。我这车都快下火了，都我在那了，都是。来来来来来，来。这个，走吧。嗯。到那走，走走走，去往家大连吧啊。哦哦，今天放个片，也不知道别给俺下几斤。哦，没事。这时候没事，就我来给你打电话好几天。那不积极。你看，也不是俺别人那么积极。这就是远，近是跟叫你去。嗯。不就叫你在跟前看，叫他放心。你说不说，我就在跟前放心，不在跟前放心，绝对不放心。不是那个眼。那把你自己扔家里扔。我到那儿好好照顾也力啊。哦。但你照顾好的。对吧？照顾好的，又不照顾别人的，自己穷人能照顾好？我不是很，我不是俺不行，俺叫我你家去，俺我现在不放心了。嗯。啊。我家有好的，吃好的，有。知道。都是一。哦。三十大，四十大了，还不知道吃好。哦，就是嘞，在医院里那啥呗。这么在不天了，知道啊。在医院吃不好，睡不好的。家里人姐姐家里。饿了都吃，不饿了都不饿也吃。哦，把点照顾好的。要是弄大了，你打电话给弄大了，我弄了我。
人家叫呗，叫了一会儿问我可清楚毛毛的。好，改了。嗯，我带你大伙去那看看。你家都是的了，这都是厂似的。放心吧，我平常不是的。啊，你就是这。我照样是念着去。天冷，天冷。别念长这个了，别念长嘴厉害。就是。你俩一顿到这去吧，给俩做点吃。一顿这正月想。你想你说去北京头一回，啊、不是那么没大可的。你把去下饭店到我家吃肉还。别再张伟了，你看这。嗯。行。走吧。我两个有。嗯。我那贵，两个一台一个一台一个。嗯。我那多。我那欢迎的。嗯。行，爷爷都两个。你多少卖的啊？哦。你要你去那也到这去，不到这不着急啊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嗯。都两个。嗯。八点一天该到。嗯，八点一天该到去。嗯。走吧。哦。嗯，行。卖的啊，我。你们到这都往这儿去。